艾比陈佩文22岁，身高160公分，跟他说的也非常接近。如果他真的发现了尸体，那具尸体到底去了哪里？没有人证，没有物证，两手空空，也不知道应该要从哪里开始调查。虽然这个案子有很多疑点，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两手空空。我只可以说，我们手上暂时只有一张空白的牌子。原创强档《假面二》，每逢星期一至四晚上9:30，八度空间试破奇案播出。